按照事先许诺，需要有两名组员去女生餐厅做兼职。在比赛中胜利的女生组作为奖励，请享受自由时间。好可怕哦！这时候放松一下自己了。欢迎两位男兼职生，请在我们回来之前完成以下任务。我怎么还有这么多碗啊？好累啊，这个。我要开始射了。你射好远啊！太远了。哇！差一点就要到黄星了。小车子。哇！好可爱啊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你好，能给我们拿盘子吗？是我们是小朋友需要都要分一下。你好，有没有稍微高一点的凳子？这个小朋友坐不上去。两个人真的忙不过来。你好。Hello， 凯姐。你们都出来吧，我们准备好一些小礼物给你。哇！嘿！哇！哇！这世界很酷。